住北京住的房子，是为了向小帅打车，因为住在小帅。学校晚，你的胃哥哥，你来给我呀，你来给你一点给我来吧 OK 进来，你先去他想起来你在哪里吃吗？他想起来你给他。帮哥哥啊，帮阿峰啊。来顶顶啊。各位来做榜一。你听了吧，我接韩婚，我接韩婚两天啊。